好、哦、啊，行车有清洁，该塞助力，冲脱泡盖送是不是？冲的哦，冲到你朋友家，哦，脱掉衣服，哦，马上泡个澡，哦，好、哦，好、哦、啊，盖在棉被，掉了送啊。哎、欸，科比科比，赶、欸、快帮我帮忙一下！怎么了？你狂玩车？哎、啊，你车哪？塑料的部分啊，全部都变白了。啊，变白了。之前哦，不然看麦啊。嗯。这怎么办呢？这足简单的啊。好简单。这都换一台车都无用啊。无钱啊！无钱，无钱就是爱处理嘛。嗯、哦，这把紧，无较等的用较省的方法。我这有两种方式，第一个就是把洗干净，好、嗯哦、上还原具。好，另外一种就比较困难一点，就是用喷漆的。对，好，等一下两种都跟大家讲一下好了。好了，现在先处理这个，好，这个东西拉，好啊，这个我想说这个比较难拆，好，各位教友们可能不会拆这个，因为这个比较困难。第一种，我们先把它洗干净，好，洗干净之后上还原剂。哦，用一般清洁剂就可以了。你要这个啊，它都是蜡，所以我要用那个去柏油先把它洗过，先洗过，先把它刷干净。还有另外一种嘛，我们之后要把它拆起来，我们把这一个拆起来，来带大家看一下，这只有左右边嘛，所以我们拆一边起来就好了。一样，这个如果要喷漆，一样把它洗干净。为什么呢？移民电毛就有蜡，嗯，好，就用蜡。所以买在洗手间洗，不然你在喷的时候它咬不住。好，一样我们要把它洗干净。好，这个是刚刚洗好的那一个啊，雾灯的盖子啊，现在要喷漆了嘛。你看，大波浪弄卫星座啊，哇，准备一包，不用坐就几百块张诶，环保诶，气质油，甲七六千起，就是要把它擦干净啊，别再有油，别再有脏污，你擦得越好啊，你处理得越好，后面就会越舒服啊，来。再喷铁二四，好，这是平光黑，好，有一种是黑的会亮的哦，记得不要买错。那为什么要用平光黑呢？因为它原本素材就是不会亮，对，你把它烤成亮的是可以，可是它原本就车子是不亮的，我们就喷不亮的，对，好啊，一样哦，第一层哦很重要，就不要太厚，好，薄薄的这样一喷就好了啊，先抓一下距离，比如说你可以这样先喷一下那个距离的感觉，好啊，这样第一层就是慢慢的先喷大概。薄薄的一层，薄薄的一层，就等它干了，干了之后啊，再上第二层，嗯，这样一直这样一层啊，如果两层不行，就三层、四层，类似这样。哎、欸，科比，哎，铁锹用力要怎啊？阿姨要单搭嘛，单搭的时候我就削到一下发型的，虽然头毛无介济，把它削到一下。不是啦，是安尼吹吼，较紧搭，好不好？其他蛮快就干，你可以摸一下，吸干了，就不用等。对吧？有没有？有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啊，这样就可以再像刚刚我讲一次、两次、三次这样。哎。就你要去看哦，你这样这个角度还没有过去，有没有？还看到白白的。这一，因为它你这个凸起来是一二三四条这样，所以这个角度就要稍微再斜一点这样喷，嗯，才盖得过去。就这样。爱石头看怎盖。嘿哦，就是爱安尼。这就是你看，我们爱车，所以你车就是爱顾好。洗好了嘛，你注意看，它干了还是有一点。我们现在把它。抹还原剂就倒一点就好了，把它涂抹均匀。好，把它擦干净。涂上去就变原装了吗？对，回到十八岁了。你看，这不用诶，这用过的，这是喷擦的，这是三种。你的感觉多些较好。其实老实讲，我是觉得这一个比较漂亮，可是它有一个最大的坏处，也掉垃圾吧？啊，可是最简单啦，喷漆，我不晓得你们会不会把它拆下来。哦，这个其实在这里也可以喷啊，就可以把它包起来喷。哎、欸，我车给你用好了咧。哦，安尼够是准备吗？无咧，因为换车较贵。这你换一台车就好啊。今天给大家教到这会晓了吧？这吼、哦，总简单解决的方式就是吼、哦，换一台车就好啊。有啥问题也可以留言跟我讲。哦啊，记得哦，帮我开启分享，哦啊小铃铛订阅，这很重要哦。
对，我才可以陆陆续续教大家一些东西。好，记得哦，拜拜。哎，柯P，嘿，你这样就要收工了？对啊，不是好了？不行啊，你这样子只有给我一片，至少车头前面帮我弄好吧。弄好呀，塞塞一束这就对了。徐总，你夹着我，这就较麻烦啊，这要包处理落哈。柯P，哎，啊，你唔需要把它从。对啊，啊我柯P啊，所以我看一下国家大事啊，你看哦，对啊。心中痛啊，对哦。嘿嘿，加减，无啦，这唔是要看，我较等下这啊甲包起来，这嘛是爱先洗过。这我先洗过，洗干净了之后再去包啊。要做一挂代志的头前，拢先爱洗好清气。什么代志？来继续哦，你家己的车，家己拆，好啊，甲拆，先甲跳落来。是学长。还要多久啊？你塞不？来啦，我咧教啦，看好，来。有无？听咧，都起来啊！哦，是。哇，阿不起啊？好，安尼大摆落来啊，安尼也袂晓，笨蛋。啊，这买拆起来，继续哦，你啊，会晓吧？你也听了看卖。那跑波状有个小技巧哦，波状的上缘都有洞，所以一般来讲，我们在包会把洞放在上面。为什么？如果在下面喷，会穿过去。有没有？如果包这样，是不是喷到这个洞就会过去了？所以一定要往在上面。好了，现在先处理这个。哦，这个是拢是拉，哦，明白。这也袂晓，对吧？出来个准落去，对，吃奶的力气你知哦，加两个拉。我吃奶都很轻松的。轻松的、哦。对啊，轻柔的。我自己整数有强无？哦，你预先预死，我自己卡厉害。不行，做得来啊！这个要看谁吧？差不多了，我的量都是固定两张就够了。